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最近举办两天的风筝节，一起欣赏。赤峰辽上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上空，近3000只风筝构成一片风筝海。哆啦 A 梦远道而来，齐天大圣飞来助阵，海洋生物也都冲天飞。山东风筝队的特技风筝表演更展现高难度动作。我们这次来到巴林左旗，带来了两种运动风筝，一个是双线，一个是四线。通过就是这次风筝节呢，我们想把山东的传统风筝文化带给美丽的巴林左旗。本届风筝节以龙文化为主题，希望展现风筝文化传承与追寻。